难得黑曜石战术可以出来啊！这自我防护流，哎，你们都不懂，真的是。对啊，谁会花这么多时间去挖黑曜石啊？哎，在他们花黑曜石的时间，我还可以跑，然后再用黑曜石再躲，反正我有十颗。对对了，这批人呢？我往下挖了，往下挖了。你在刚刚那个位置吗？没有，我在那个外面的泥土那边。这边这边。他们离我们很近，他距离我们。这边这边这边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你看到我？哎呀，恶心八六丁嘞！他自己还有……哦不，他找我氪星，我不跟他们打了。我才不怕他，我现在手上拿着四铜岩浆。好，那我继续挖了。他们过来了，上来，跟他们打。不要啦，黑曜石战术哦。第二五只。哦。就黑曜石战术了没？大叔，急盾！哦，黑曜石战术了没？保护自己。忍术。忍术，黑曜石之术。看到没？好强哦！就跟你说、哦，没用啊，这招。哦，大叔，你干嘛先死啊？莫名其妙，黑曜石战术很强哦。强屁，这人家是当你把你当做宠物玩了。黑曜石战术很强哦，奇怪哦，现在别人把你当宠物玩了，不会玩，真的是。忍术方式队友之术啊！